外木香包，哦，超香的啦，这个，哦，哇，好香哦，哦，好香哦，这个你来闻闻看，哦，拿一包放床头好了。咦，你来闻闻看，这个才40块一包，块木。你要放哪？啊？你要放哪？哦，你放床头啊，也觉得很香啊。这个。啊，那个是猪猪啊。这个100。对呀。猪猪，买2包好了。这个如果放在那个办公室，可以放在那种。哦，那个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是这个更赞，真的。妈妈，来。哦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这个很鲜。哦，这个才是原汁原味，这个、更赞。不要拿哦，这个超香的啦！爸爸轻轻的，你一来，给你闻闻看，表面很香。你看苹果。哦。好了，你不要拿，好恐怖。这个好香啊！刚饼干呢？已经买了。你不要买？不要啊！我要吃啊！我明天要吃呀。我要吃。把你买一包放在眠床头，40块尔。伊可能南迄个喷迄落去，那无足香嘞。淡淡的味道尔。嗯。哦，啊，你若要喷吼，你来去这个这支。哦，足舒服的吼。哦，好，就。